题挑战一天内玩完阿姨和漂流的上半段和下半段。漂流也算挑战，你给我上福利来了吧？整呗，就咋一个成本。阿姨河到了啊，你咋来和旅游一样？这不就是旅游吗？你操，今天漂流有多难吗？疼我有那你哭的咋的，让我下去游啊。六个小时漂流，赛都赛死，怎么漂流六个小时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今天漂流路线，分两层，六个小时。现在还想旅游吗？我这地图跟爬山似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安琪，今天应粉丝要求，我们来到了青龙谷，让我看看青龙谷怎么回事。你是真不怕被打？你自己没台词吗？那不就偏的啊。漂亮，这不就游山玩水吗？希望你等会还能说出这句话。开始漂流了，看到没有？走，往左手，往左手，往左手。现在还好玩吗？太累了，就玩水吗？我能滑一天。你坐起来滑，这船又翻不了。嘴硬，别人都是这样滑，只有张天琪。狗刨式，咋成死狗了？游不动了。这才五分之一都没到，加油！旅游嘛，不得游嘛。我不等你了，我先走了啊。走，真费劲啊！加油，快到了，距离终点100米。我这手都不是我的了。还旅游吗？游，游，挺好的。挺好玩的，水尊意，买瓶水喝，渴了。走吧，下半层。这段咱一起啊。啊，那么累了你滑。这段不用滑，因为这段都是刺激的。哇，刺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害不害怕？不怕。你不怕？别叫呀，把水填满了。水也太大了，快把船都满了。新罗的清水工开始清水。有用，哎，真有用。我不会呀、啊。我教你。啊，这样不清得更快吗？我用你教我。走，你不是不让我滑的吗？我忘记我要拍视频了。我也想飞，主要大家要看你，我没办法。干啥？啊？啊？咋了？咋了？有6公里路，你们这样滑滑不出去，要抓紧滑起走。他说景区要关门了，我帮你们撑一段。咋说？谢谢师傅。师傅也赶着下班，他刚估计是看我俩实在走不了。要是没有他，咱俩天黑都滑不到这儿。谢谢师傅，拜拜。快点滑起走，还在催我们。漂完剩下的路，刺激。后新娘，水又满了，再一次倒数，还行吗？快点，没劲了。那换人。来。不换，这是你的挑战，你要挑战自己，你要加油。我帅吗？帅。我从来没想漂流会这么累，来干啥来了？你不来旅游的吗？我是来受罪的。不旅游了。小小漂流，哈哈哈哈！你展开看，这边真的好好看呀、啊！风景如此优美，我就在这摇水。你别讲话，破坏意境。妈妈，你是不是要到了？是啊，那是终点。我一刻也不想滑了，是把漂流变成了体力活。就几步了啊，加油！身上背着发电站。这才是你吗？没错。小小小小漂流，我拿你。挑战成功。你厉害吗？你厉害。拿着吧。回来回来。废物。什么？